我绝对对林汉文提出回收两千万的要求。林清白，并向林汉文先生提出民事求偿诉讼。请你马上离开。周琦，一定是你在听，变汉文的事务所给你开除的。你在听？你有代志你找我，咩事务所伫嘛？你想，年纪都会大汉后生，你才几年就开始问吧？即马够变汉文所伫，你要找我，我报警。你要看到汉文所伫这条通，你一定要赶紧找。 在哪无你？